嗨，我是 Rennie， 我是霍星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 reaction， 就是 New Jeans 的最新 MV， 新歌终于出露。对，他们还是如期回归了。如果有追他们的新闻的，会知道说他们最近也是经历了一些公司内部的斗争啦、啊。哦，对啊，没错啊。但还好这次如期回归了，这让我蛮开心的。怎样？很紧张，是不是？怕他们回不来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那个时候我就每天要关注他们的新闻啊，就是很怕他们遭冷冻啊，然后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因为我在 IG 有看到他们，就是有试出他们这次的新造型，嗯，那我看完觉得哇，这次造型还蛮厉害的。Daniel 就是有烫一头卷发吧，没错，嗯，烫一件短发，所以看到那个造型，哇，好像很期待哦、嗯。然后我们现在来 reaction 他们的就是最新单曲，对，好。好校园哦，那是槟榔哎，那是槟榔树吗？对啊，那会不会是在台东？对，有可能吗？在台湾拍的吗？有可能，因为他们前一阵子要来台北啊。哇，剪短发了，好清纯的感觉哦。对啊，对，你有烫那个头发，其实很漂亮哎。嗯，很适合他。对啊，那让我想到那个。啊，你剪短发，我觉得他剪这个头也很可爱，很好看啊，很适合他。跟你讲，接下来妹子们啊，拍照一定都会开始吹那个泡泡糖了。对，因为之前不是在流行吃棒棒糖吗？对，我觉得接下来流行吃泡泡糖。对，那这首歌也叫 Bubble Gum 啊、嗯，所以里面很多应该是有超多泡泡糖的画面。以前我们好像都流行吃泡泡糖哎、欸。对。还有吹泡泡哦，好少女哦，这一组滑板车，滑板车，他们都穿那种高校女生制服，对的感觉。那、啊、这个画面很可爱，很像那个早期90年代的那个日本女高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他们现在穿的鞋子都是好像有点复古球鞋感、欸，对，白球鞋。他们都是学妹，但他们其实还是有用心在搭配。Daniel 这发型让我想到90年代庄敬女高职的美容美发科。其实我觉得，我有同学蛮像《夜靠观音》的故事吗？嗯，孙一美啊。哦，孙一美妈妈，我也是这种头。这其实蛮漂亮的啦，我个人觉得蛮漂亮的，我觉得很适合她，对，很好看啊。这里你好。日常的感觉哦，对啊，拍得蛮好的，很像就是在拿 V8 拍大家的感觉，对，家庭录影带的感觉，所以像一群同学出去玩乱拍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他们这次造型比较多是女高校生哈、哦，因为他们。这是女高校生的年纪、啊。可是刚刚那个戒指，你有注意到吗？是小花哎、欸。刚刚我应该没看错吧？小花戒指，因为它一闪而过。对，一闪而过。他们这都穿那个是普马的鞋还是哪一只啊？很像他们有一种之前很流行的那种赛车鞋子耶。嗯，对不对？说普马赛车鞋。对啊。不确定，刚刚没看清楚，因为画面跳太快了。我觉得他们在做造型的，做造型的时候其实还是蛮用心的。对，但是女高校生还是有一些那种就是早期的元素在里头。就是她短发真的好好看哦。他们还是维持现在复古90感。对啊，而且他们的那个柔焦也用得刚刚好的画面，就真的很像90会出现的那种 MV。他们穿衣服很日常哎、欸，啊，好高！他们可爱可爱可爱，好看。怎样？嗯，黑画面。这是槟榔树吗？再讲一次。对啊，这到底是台东？很像台东哎、欸。好，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还算蛮青春洋溢的。很喜欢他的像那种90年代的那种复古味，就 Honey。对，他这次我看到他那个
IG 有释出他那个宣传照，嗯，也很好看哎、欸。对啊，非常好看，他很适合这个发型。对啊，嗯、然后等那种那个卷发也有惊艳到我。对，可但那我想到谁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蛮像九零年代黑社会妹妹们，你还记得 Vicky 三姐妹吗？记得，他们当时也是重头，然后席卷整个就是高中妹子圈。他们算是九零年代吗？算吧，我高中的时候不算九零年代吗？预测一下，就是接下来很多学生，我会看很多学生妹烫那颗卷发、嗯，有没有可能？嗯，蛮有可能。所以当时那个 Vicky 三姐妹就是那个卷发，整个席卷成高中妹子圈。可我觉得那发型真的是看人欸，因为就是要有那个气质，要比较适合那个发型的人才适合烫那个发型。哦、没有弄好，是很会变太妹啊。我不知道，不好说、欸。妆感、就是、妆感会变太妹妆。我觉得那个发型不是好驾驭的发型。哦，对，嗯，那个气质真的要撑起来才有办法。对，不然没有撑起来，要么就是太老气，要么就会变成太妹感。嗯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好了，拜。如果喜欢我们节目，请给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下次见。